这是我的一个心愿，就是这个，把钻戒送你，老婆，我爱你。太开心，老婆，爱你。你看起来好硬朗啊，你今年几岁啊？哦，我今年77岁了。77岁了，你跟谭奶奶结婚几年了？我们结婚已经50年了，快进入钻石婚了。50年呢，天哪！真的，当初你跟奶奶是怎么认识的？哦，那时候在昆明官校嘛，毕业以后飞行的时候，就在一个舞会上面就认识了我太太。好浪漫的一见钟情，但是我觉得我太太的气质各方面都非常的好，所以呢，我就说决定说，哎，这不就是我的太太啊？哦，她真的是人海茫茫遇到她。所以说我们正好将近5年的时间，我们才结婚。那后来我们两个孩子就生了，但是这生这两个孩子让我非常的惊讶。一直到现在，我就是说我一定要用我的心啊对待我的太太。为什么呢？那时候我太太她有一种胎盘滞留的一种毛病，她生出孩子来以后胎盘下不来，这以往的话在大陆的话这个就死掉了，但是那时候怎么样，就后来那医生还不错，就把她摁把胎盘拽下来，但是已经大出血了，就当时是去输血把她救回来，后来女儿跟着就再来也是大出血，后来也是输血啊，所以我对我太太讲的时候，这一辈子我感觉到她真的很贤惠，很吃苦，心理上的，当时我们结婚的时候，弄一个黄金小戒指，然后去套上去，意思一下。唯一遗憾的，就是希望能够赶快，就打电话给你，看看哎，正好有这个机会完成这个梦。哎，老婆你回来了。哎，你怎么穿西装了？来来来来，辛苦了辛苦了。请你跳个舞，来。怎么了？哎，子，今天我们结婚50周年了，浪漫点吧，对不对？不变我的爱，也是月亮代表我的心。哎，你好！哎，先生你好，来跟您那个花束还有钻戒啊，好好好，谢谢谢谢啊。怎么了？还有花，这送给你。啊，愿我们爱情永远永远。还有，这是我的一个心愿，就是这个，把钻戒送你，老婆，我爱你。这是第一次，我嫁给他那么50来年了，也小孩子也长大了，现在就剩我们两个。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每天在他生活，真的不容易。所以我今天这个戒指啊，该送，应该送，已经等了50年了，对啊。所以说，我说这一生活的这个现在也没有遗憾。谢谢你们这么样好，真的真的真的。下一个所以我就说相扶到老，对，我爱你到老，什么也忘不了。